它有很多的生理作用，所以光其实是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活最重要的一个地方，而且光是世界上最好的药。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光也是药呢？是因为光它能够穿透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在光面前实际上是一层纸，这种光已经很强了，它是打不透我的皮肤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波长不对，特定波长的光它可以很轻松的穿透到皮肤以下，可以照到你皮肤很深的部位，然后给你治疗很多疾病。比如说这台仪器我们可以用来祛痘，就是青春痘。青春痘怎么样来解决呢？青春痘就这么说啊，目前实际上就是目前多伦多所有的方案都是不能够直接杀灭痤疮杆菌的。痤疮杆菌它在你皮肤下面很深的地方，大分子的消炎药你抹在表面它是渗透不进去的，然后你吃到肚子里的消炎药它在这里的分布的密度是很低的，所以你全身都治病，但是实际上这里该治的浓度是不够的。还有用黄金微针扎，明白吗？很疼，如果你们去一些美容院他们会用这个给你扎，我就这么跟你说，他扎的时候他会把你的痤疮杆菌带遍全脸，不但疼他会让你全脸都感染，所以那种方案是很不好的。这个设备它就能够做到彻底的杀灭痤疮杆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上在脸上涂上一种小分子的药物，它分子小，它能够沿着你的皮脂腺渗透到你的皮，就是那个皮下的那个毛囊里面，这个毛囊呢它吸收了这个药物，然后再通过这个光它穿透你的皮肤，它在里面它有光敏性，它就会产生一种叫做单线氧，这个单线氧就相当于大家理解的臭氧，这个臭氧就能够杀灭厌氧菌，痤疮杆菌就是厌氧菌。痤疮杆菌没有任何方法手段，全世界只有这一个方法可以直接杀灭。这个技术是在加拿大发明的，但是加拿大为什么没有推广开？因为没有大规模的临床实验的基础。老丁他们的团队在中国在15年前就开始做这实验，后来中国的光动力治疗就普及了，但是加拿大这边呢还很落后，所以我们把这个技术就带到多伦多。就这么说，所有的目前多伦多所有的祛痘方案不如我们这一台设备，我们这一台设备可以保证搞定所有的青春痘，是最先进，全世界最先进的方案。这台设备的光的强度也是全世界最强的。一般你们在家里照红蓝光，对吧？有一个小设备，那个设备和皮肤科医生的设备是不一样的，那个的光很弱，皮肤科的医生要比它强十几倍。皮肤科医生用光来解决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你手上有个划伤，对吧？你在家里自然愈合，它可能要10天，你要去皮肤科医生那里照光，可能3天4天就可以愈合。糖尿病人他皮肤是没法愈合的，他只能照光来愈合。而这台设备是多伦多目前市面上所有皮肤科医生它光强度的10倍以上，就是说多伦多所有的皮肤科医生他们用的光都弱于这台机器，我们比它强10倍。它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它有很多种功能，比如说脱敏，你皮肤敏感，大波皮肤敏感照它绝对搞定。膝盖疼，我长跑跑了15年，踢足球踢到40岁，我的膝盖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磨损了，医生没有办法，医生让我吃药，吃了药之后全身都不舒服，而且不解决问题，我这样蹲下去或者上台阶的时候都会疼，我疼了很多年解决不了问题，我已经停止跑步，就是我只能是少跑几圈，停止那种长跑已经是5年了。这台光我照了6天，我现在好了，我现在上台阶一点都不疼，明白吗？就是说你们如果有时间，你们如果能够一次多久？一次二十五分钟。一次二十是每一个部位吗？对，你可能就是在分开部位，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一次别太强了。就是你有时间，你就每天过来照照这个光，很多问题意想不到的问题都能够解决。比如说生发，我们有植发项目，我们有多伦多唯二的植发华人社区，头发。会掉会吸，用这台设备它可以让你改善皮肤的这个油的平衡，让你的皮脂分泌不再这么严重，然后头发为什么掉是因为皮脂把它给泡掉了，
然后头发就不会掉那么多，然后养好头皮之后，我们的潘医生可以给你种上头发。所以这个技术就是在多伦多可能有两个医生能做植发，但是能够养头皮的技术只有我们，只有唯一一家。所以我给大家介绍明白了，就是说我绝对不是在吹牛，我说这话的时候是很有底气的。我的背后的老丁的团队，还有我们医生的团队，我们天天在这里开会研究。整个疫情期间大家都在吃喝玩乐，我们为什么每次吃喝玩乐我们都不去？因为我们在这里开会，我们在这里研究，我们在这里形成方案，我们要把中国的这种真正好的治疗技术拿到这里来落实。我们这里装修你看了吗？这是无光化处理的，这个是完全不透光的，这后面也是不透光的，关上门之后这就是一个治疗暗室，在这里抹药，在这里照光，这是多伦多唯一一家，其他家都是做不到的。所以祛痘我们是100%的保证，多伦多第一家，而且是最强的。哪里有人来？有人来了。行，然后移步这边。哦，完了，是我朋友刚打电话给我。是我朋友来了。